大家好，我是 Rachel。我今天想要带给大家一首我的自创，它是一首的敬拜，然后也是我第一首写的完整的敬拜的歌。这首歌是我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写的。为什么叫做在潜意识里面写的呢？因为它是在我最近状况很糟，我已经失去记忆的时候写出来的一首歌。当我真正记得我写什么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我写了这首歌。我也知道这首的歌是我这两个月以来，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是我跟神的祷告。虽然我很难把主权交给上帝，但上帝一直跟我说敬拜他、祷告，因为他配得。所以这首歌在我潜意识里面写出来的歌名叫做《你真配得》。那我希望这首歌能够鼓励到在低潮期里面的你们，跟我一起勇敢地面对我们的低潮期。配得颂赞，配得。